从台北前往花莲旅行的大众运输工具有很多可以选择，有火车、客运和飞机可以挑选。跟芒果这一家一样不会开车，或者想来个轻松的火车之旅的朋友们，推荐可以跟我们一样搭乘台铁4024次区间快列车。这班列车是早上8:05从莺歌出发，中途行经树林、板桥、台北松山、南港、七堵、瑞芳、芙蓉、礁溪、宜兰、罗东、苏澳新，最后在中午11:24抵达花莲。这班区间快只有在每周6日和例假日才有行驶。我们是搭早上8:41从松山出发，搭乘时间约2小时43分。从松山出发到花莲的全票是274元，陪同和进来票是137元，可以选择临柜或用自动售票机购票。机推是刷悠游卡，还可以再打9折哦。虽然比全票426元的泰鲁格和普悠玛还慢约30分钟，重点是搭区间快一个人现省179元。我们这一趟是4个人加1只狗一起搭乘，总共就现省了716元，可以把省下来的钱拿来吃好多花莲菜地美食喽。推荐给不赶时间的游客，省荷包的小 tips。